这是我老婆，这也是我老婆。糟了，被发现拍他素颜了。我老公总说自己有两个老婆，他说我化完妆呀和不化妆完全就是两个人，走对面别人都看不出来那是同一个人。现在呀，我就从头化到尾，你到底帮我看看我是从哪一步开始变好看的。多多拒绝干燥，一定要给皮肤补补水，再来用上我的美颜神器，这是一款不用定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一定要拿一个这样完全湿透水捏干的粉扑，给它这样均匀的拍打开。来，你看一下粉扑走过的地方皮肤好不好，你用它之前呀只用清爽型的水乳就可以了，水乳完全的吸收，脸上干爽滑溜，不黏不腻，就可以去上粉底液了，不需要隔离，不需要防晒了，它含有10几种的养肤成分，用它之后呢也不用定妆粉也不用定妆喷雾了，你就给它2到3分钟的时间，它就能给你做到自动定妆成膜了。像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呢就是自然色，如果说谁见你都说你白的姐妹，你就去拍那个下颜色的，用手摸着干爽不黏腻了，它就自动定妆成功了，不用你打任何的定妆产品啊，咱们秋冬季节也不用担心它会沾你的黑色衣服了，防水防汗效果也是超级好，平时咱们爱运动跳舞爱流汗脱妆姐妹你就更得去用它了，出油出汗呢你就像我这样拿纸巾给它这样垂直的按压蘸掉。来，咱们看一下纸巾上是不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粉底，并且你的底妆丝毫没有破坏，你的粉底化完妆是不是脸都不敢碰，来看看咱们呢，它真的超级的拔裂，别再说买不到主播手里那款了，你拍下呀我给你送体验装给你免费试用，你说你还怕啥，来画个眉吗，来满脸打上腮红营造氛围感，下巴鼻子来点，唇峰也来点，画个眼妆，化妆一定要修高鼻梁，看鼻子是不是立马高了，小鱼脸要修一下，这样显得脸更小，口红一定要涂，粉刷给它晕开，上唇带过，懒得洗头发来编一下，这是我完全化好妆的样子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美颜滤镜磨皮，是不是比刚才好看多了，所以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，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它真的超级的好用，重点是它可以让你一天不脱妆，一定要按照视频里边我教你的正确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完全不会踩雷，给你们看一下一张干净的纸，我现在鼻子上出汗了，给它出油出汗，咱就这样按压蘸掉啊，来你看一下纸巾上是不是只有汗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粉，你再看我鼻子是不是刚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。